其实他演技照就停。大家不要怪他，他是本身感情是很脆弱的，从小就是这样。只要讲到激动处呢，他就会哽咽，好不好？不要怪他，不像他老爸这么坚强。我可以说在演艺圈三四十年了。 说什么大风大浪都看过了，我是最坚强的，我从来没哭的，从来不哭。啊，谢谢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感觉到非常的意外，我得奖了。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紧张？我说我不会紧张，因为这次来是祝福其他演员得奖的，是演员荣耀与痛享。 首先，我们要感谢导演和工作人员，他们最辛苦，荣耀与他们同享。我要感谢评审和所有观众对我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后盾。我在这边，我要感谢一个人，爸，一个，我知道，我没有完成的心愿，你替我完成，不是爸，你误会了，我说我要感谢。 台下那个人，你帮我请上来好不好？我今天没来，我怎么请他？爸，那他没来的话，我还是要感谢他，仔仔，一辈子的兄弟，谢谢你，我真的没有假哭，仔仔。你会兄弟情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谢谢。最后我们也隐隐约约，虽然说捂着嘴巴，我们还是听到赵树海先生说了圆环兄弟情啊。这大家要是记得的话，这部戏是华视六集就挂掉的戏啊，霍少聪有演，好吧？我想呢，今天要讨论这个题目就是。 啊，高雄啊，真的靠着这个痞子英雄啊，变成了英雄了啊！啊，比好像比市运会啊还要风光啊！城市的行销呢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。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居住的城市可以来拍什么片子啊？我想我先讲好，台中市可以拍棒球的片子，对不对？拍一个野球，哎，野球有没有？日本拍一个野球很成功。我们的这个棒球场这么漂亮。 假装主义服啊，是的，我可以请仔仔来演棒球选手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演松坂大辅，演演演松，对不对？不是长，你客气了啦，一定是要在地有什么特色的精神呐。你台中市吼，你看酒店他这样，对不？阿哥有迄落黑道诶，啊开枪，砰砰砰，你有迄落枪击片，对不？阿伯金大班最后一夜啊，是不？台中最适合拍这个。我想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们现在要提倡。 全民体育，我再的表示，要不然我们可以拍一个那个《卡雷拉斯传》，或者是 Domingo 传，或者说是那个帕瓦罗蒂的，帕瓦罗蒂来过台中啊。哎，你迪安最后一名，你就怕枪战片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那我们就拍帕瓦罗蒂在台中中枪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不？